księdzu.哎呀，优秀啊，兄弟！那确实优秀，你优秀这杀你！ 我这没什么爱好，就爱杀前锋。 我今天杀了前锋，那真的是无解。前锋一死，直接完蛋。前锋溜也溜不动，也没人能保他。 人傻了，我这刀都能空。
哎，无所谓。佣兵的血条，我觉得足够能把这限制带走了。紫心。那放个兔子，你家我想跳了，再放一个。就一大巴掌。哎，这佣兵怎么哦？我就说这佣兵怎么没死？临死前进柜子了，雾浓浓的，啥都看不见，不知道是啥。真是真是nice， 整个人都飘了。前锋以为我轻生，这前锋，尝试重新起，差两台小门和人皇。我失误了，往平局打了。赢不了了，真赢不了。
让他救，这边直接针对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最后一刀还让他挡着了，游戏结束了，人炸了。 这只要前锋那一刀空了，那刀没空，平局，空了就游戏结束。想打双刀被他挡着了，本来开局节奏挺好的，这先知失误了，蓝佣并没拿好，导致没了。 不带传送了，传送没用，还不如带插眼，插眼还有机会。究极破烂词典。
只能拼了，先知不见了，还丢几台电机，人还给他摸好了，全都喝了酒。 眼睛瞎了一样。 哎呀，我真的是服了。 唯独的一个兔崽放歪了。 跑了，哎，其实打了黑人问号，下次不带狗了，带狗就爆点，爆点就叫人来撞，烦得很。 无办法。
这里带个闪，调音师医院门口。 废墟前锋，直接去二楼呗。<音><音> 晃得我屁股后面长眼了都。 这人不救了。 好像还是佣兵救。
那前锋太贪了，他开球就开球，他开球还想回球投，拉了一个。哎呀，这个怂蛋！因为你前锋，我就不追你了吗？啊？懂吗？哎呦，好巧啊！吓死我了，我的妈呀。摸起来的人太快了，有个祭司在，那佣兵把他摸起来就很伤。跳，你跳不跳？这都没打着，无所谓，少人修机子。卖掉了，直接走。
这里是祭司，祭司在摸前肢了。刚才跑的是那个。哎呀，真的扎心了呀，兄弟！瞄的远处的出手，用的是近处的，人都傻了。摸好一个人就过来救。抽箱子，约瑟夫现在也不发个信号吧，日的哥。你这个人怎么走地的？你拍照啊，兄弟。按错了。我想起身，按了一下 Q。我不修了，找队友去。那应该能亮两台啊。
讲道理，哎呀，我的妈耶，直接三个残血，还欠我。怎么不带医者的呀？完了，心情复杂。这丢个牌不就全都嗝屁了吗？这不，肯定要嗝屁一个呢。你是真敢闪，你是个人才。你打个大副，你闪现就这么焦了，我都不敢这么打。你都不知道他在，他确定在什么位置就交闪现，是个人才。前去一球，走了。我这个血条真给力，你叫闪电杀我有没用啊？人不是这么救的呀，及时捞一手。
怪人不敢就我走了，告辞。感天动地，兄弟情。没见着，机械师都没见着，哎，那我就放心的修。美滋滋，另平地方分身。还 VIP 谁救啊？本来就秒倒了，还怪 VIP。活得像娃娃，需要个锤子帮助，你看有人理你吗？真是谢谢你，修不动了我。这个插眼蜘蛛，
吐！你慌啥？我都不慌，机械师都不慌，你慌？ 妈耶！我觉得这佣兵应该可以考虑一下，我还有一个怀表。 真他啊！这吐一口一刀死了呀，兄弟！哎呀，这走位简直耿直的一批。又来一个送的。